我经常说这个要卖100万的，那他能卖100万吗？这怎么卖？这个3万。给过价没？给过价了。给过多少了？给了1万多了。这价格不错啊。这个中好啊。确实是中好。这个不贵了吧？不贵。这多少钱？4万。1万。没有差那么多。我看是人家切下来的。那切下来也有本钱啊。那差得远不远？过二，1万多不难。这个工程有点大，真的要过二吗？搞了人家这么多纸巾，不买不好意思啊。都可以。搞个小东西买一下，贵的买不起，买个便宜的。大件也有便宜的啊。这怎么卖？这个7000块。1000块。7000。哦，我就想着1000块钱我就不给你还价了。这怎么办？用了人家这么多纸巾。15000吧，你不问一下？他们又说又过二啊。说是这么说嘛，给的钱才是钱嘛。我经常说这个要卖100万的，那他能卖100万吗？问一下嘛。他问和我能还怎么说嘛？好，我不会跑的，你放心，我在这里。不是，他只是说只剩下这一边了，看他们要不要卖。我就剩下一点了，是吧？只要一个石头切出来，只剩下这一边了。我们好的都卖10万，只是部分这个切差的切掉，好的卖掉。好的拿去发财，差的卖给我。没那么简单呢、啊。让给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反正赚出来了，反正随便卖，要不然真的不要去买，人家都很贵。这是赚剩下的。哎呀，10万有那么赚了一点点、啊，你们有那么好？那就是捡到漏了，卖过去了是吧？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收到？没有，直接转给老板。哦，直接转给老板，那你要问一下。我等一下，我人走了，他说钱没收到，不会，还是问一下好，问一下妥当。应该会转到的，你放心。那我走了，那到时候钱你再来找我，我就不认了。这个我们买回来这里是有抛光的，但是它的色是在这里面跟这里，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说先把它磨掉，因为我们是要做定位嘛。一开始还记不记得我们要做什么龙生九子？对，但是要做哪一个还不知道。后来经过我们工厂很多位同事不停的研究做了复习，我连拼音都有。现在蒙大爷你用心了吗？生是龙，而且刚才蒙大爷跟我说啊，他说复习是唯一龙生九子里面龙跟龙，哇，终于搞到一个同品种的了，和青龙。那下面这里是什么啊？一个石碑？它也不算石碑，是啥？就是随行的。然后正好这个书卷，这里挖这么深，做一条书卷下来。厂长，我要问你，他的这个设计理念你认同吗？还是比较认同。好，你不用说那些了，那我就看工。这个工出来不出彩，我这个人不是你没错，你的钱少了，不要怪我。我让这个钱少，可能会被我拦截下来。这个在做的时候，可能要把色压出来。对，到时候还要根据色的情况，我们再做一些压。他这里做一条龙身，它是最好的颜色哎。到时候能不能改一下？他这里总好，可能改。珠子还是什么的，你自己去看，我们也要做一下激动了嘛。嗯，啊，龙生九子又有一个了。吾乃父系白狮龙王九子之一，位列奇葩，端木为青龙所化。吾自幼喜闻弄墨，故用风雅堂幻化成凡人之貌，游历人间，观文墨风姿，赏诗词歌赋。虽为龙子，却文笔拙劣，仰慕文人佳句，终日徘徊于碑文石刻之间，为守护传世珍宝，常与兄长霸下相随，显化真身之体，匍匐盘踞于石碑之上。让你拍这一条龙啊，龙身转过来，你看腾起来那个力量。它的爪力气多大，它有纸但是总很差，上面总好。这个料子的是有纸有绿啊，这个我们叫底色，哪里来的绿？抛光吧。太阳都还没出来，但是这个种确实是很好啊。这个料子当初买的时候，应该大部分朋友是把它切小，而不是整件做。我是考虑到这里有春、有种水、有颜色，那就刚好可以做小摆。龙生九子的系列就少不了它了。而且我们蒙大爷说了，这是龙里面唯一一个龙生出来的儿子，种好呢。美中不足的就是应该这里太高了，有点挡住龙头的嫌疑。那么这里难题就交给谁？交给做底座的师傅。你要怎么摆这个龙头，他会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你看的龙身，在我们家做龙就是身翻滚一定要有力，还有龙尾巴一定要朝上啊。看底座师傅这样看正不正面？可以。龙头这样看没有压力吧？没有。去吧，去拍展示吧，这样我们拍不好的。